你读光华视觉的对不对？哪个系的呀？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你是这里的店员吗？回句话你会死啊？会死。不好意思啊，这小孩不会说话，你就当他一摆设，不用理他。这个蛋糕就当是送你的。谢谢你啊，阿姨。不过你是谁啊？用得着替他说话吗？干嘛？闭嘴。他是我未婚妻。啊？哇。这都你布置的？嗯，确实挺有冬日气氛的。我想现在应该就差一场雪吧。有啊。嗯，怎么一股橙子的味道？你开加湿器了？饿了？嗯，有点。等我一下。哎，等一下。嗯。饭等会儿再做，我有件事情要问你。哇，对你来说还有比吃饭更重要的事儿啊？你觉得我算是你老婆吗？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觉得我空占了一个已婚的名头，却没有履行做妻子的义务，单方面的占你便宜，实在是有违我做人的原则。你还计较这个？所以呢？所以接下来我要重新面对妻子这个身份。这一年多欠你的债，你可以找我还了。比如呢？比如。Yeah.